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去橙酒区试酒，目的是想亲身感受不同地方的饮食文化。只有认识当地的饮食习惯，才可以真正了解每一款酒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风格和味道。Sake 原材料是米，我们和日本人一样都是吃饭的民族，所以对用米酿成的酒特别容易接受。潮州菜的卤水就是一种可以将各种食物提升鲜味的调味料，用有鲜味的 Sake 去配有鲜味的潮州卤水，自然就会鲜上加鲜了。